Web3.0 发展出来的数字通证平台，为全球基督徒提供专业服务。该平台汇聚了聊天室、群组、e-commerce 窗口、区块链生态、数字钱包、全球百业群聊、快速加群模式、粮仓体系等顶级科技。该平台的架设目标是为了全球基督徒提供一个神国子民的专属园地，有信仰为其建设的根基，充满希望和关爱的 KOJ 神的国度 Kingdom of God， 让弟兄姐妹们可以在这里共同创建出更美好的国度生活。 KOJ 尝试建立一个全球化的数字经济体系，使全球基督徒能够彼此供应真理、福音、见证和生活上各方面的信息供应与服务。在 KOJ Go 的平台上，用户可以使用数字钱包和区块链技术进行交易、交换服务，并通过聊天室和群组进行交流。KOJ Go 提供全球百业群聊、快速加群模式和粮仓体系，前者让你可以随时随地加入基督徒群组，结交新的朋友，分享新的经历；后者则为你提供了一个充满信仰和希望的数字生活方式，让你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满足。 KOJ Go 也提供了粮仓体系，这是一个为需要身心灵各面帮助的基督徒提供援助的系统。同时 KOJ 还支持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， 在 ESG 环境、社会、治理各方面提供我们从圣经的教导上特有的发展模式。 KOJ Go 的数字通证平台可以提供快速、高效的交易，并为基督徒提供了一个安全、可靠的数字世界。 KOJ Go 的数字钱包可以支持众筹、去中心化自治组织和数字通证电子交付系统等功能。 KOJ Go 的聊天室和群组功能让人们可以随时随地与全球基督徒交流、分享、学习和互动，无论是讨论经文、分享见解，还是寻找支持和建议， KOJ Go 都为你提供了一个舒适、安全的交流平台。 KOJ Go 的 e-commerce 窗口和区块链生态数字钱包则让人们可以享受更方便、更安全的数字购物和支付服务。你可以在这里轻松浏览和购买基督徒商家的商品和服务，也可以使用数字通证进行支付和转账，让你的生活更加便利和安心。 KOJ Go 不仅仅是一个数字通证平台，更是一个充满爱和关怀的国度社区。它的使命是促进全球基督徒之间在神掌权的国度中信仰交流和互助，为人们带来更多的希望和力量。如果你想进入一个安全、有信仰做根基的，并且蛮有